这堂课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温度？各位觉得什么是温度？王建堂直接讲到他的最终的历史啊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学东西啊，特别是自然科学，是希望各位可以用感受的，就我们从生活中去感受。那你生活中什么时候会用到温度？那温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有温度？当然，黄建堂说的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，这已经是你要知道说知道说分子的存在，你已经相信了物体它是有分子所组成，然后你还把它们的，你还知道分子会运动，它不是不动的。那而且你还知道说温度越高就是粒子运动的越剧烈。可是各位从小到大会不会怀疑说老师讲的一定是对的吗？你有看到那个桌子或是黑板的分子在剧烈运动吗？还是说那个天气很热，然后你就听同学说哦好热哦，然后你就跟他说哦，对啊，我看到你的身上的分子都在剧烈运动，所以你真的很热。你有办法直接看到分子剧烈运动吗？那如果你看不到，你怎么会相信说分子运动越剧烈就是热？还是说你要怎么说服老师，分子运动越剧烈就是热？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的话，那一开始为什么会有温度这个定义在？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温度是代表什么？温度是什么意思？当然你黄建堂回答得很好，那个是已经是他的根源，已经把他直接把根源回答，但是老师是想反问说，你怎么确定就是这样？就是粒子的运动的运动的剧烈程度可以称为温度。有时候同学需要的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连结，比较不会说是一个名词，然后你把它背起来，那背起来之后，它的由来、它的应用、它的关系，有的时候也是重要的。我在等同学，还没有别的回答。哦，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。好，谢谢高成宇，蛮踊跃的。三个人，有三个人回答。这个，对啊，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就是温度。而且顾名思义，温度，你用国文的角度去问，去想它。也许你们可以问综合老师说，老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温度这个词语？这样子，那温度就是温的度啊。如果有一个物体它温的程度很高，那温度就高；那温的程度低，那温度就低嘛。好啦，那即使哈，虽然你说它是冷热程度，可是那个冷和热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哦。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冰箱，这个是5°C 的冰箱。那
我相信现在是不是有同学也是在一边吃东西一边上课？因为反正你们也不需要开摄影机，所以听说啦，听说这个上网路课程的时候，就是常常会有同学是一边在做其他的事情，然后吃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可能。那么，如果今天有饮料和面包冰在冰箱里面，而且已经冰一整天了，请问哦，哪一个物体的温度比较高？请回答，饮料还是面包？饮料还是面包？它们已经冰很久了，就是，而且冰箱是5度C，那个温控恒温的冰箱，然后这个饮料和面包已经从昨天冰到现在了，那他们哪一个在这个情况下是温度比较高？我刚刚是问温度比较低吗？啊，反正就是，请告诉我哪一个温度比较高？对。就是在已经冰了一整天了，从昨天冰到现在了，然后冰箱的温控显示5度啊，我还没有要把它拿出来。比如说我打开冰箱的之前，打开冰箱前一刻，它们两个的温度谁比较高啊？我是问温度，怎么会有人也谈到比热和密度？什么东西？各位想象一下，你如果拿一支温度计，只要那支温度计可以插进冰箱里面，那你就插进这个饮料去量温度，然后再插进这个面包去量温度，然后他们这两个东西都已经在冰箱冰很久了，那哪一个温度会比较高？含不含包装其实不是重点啊，就算就当做我可以把温度计插到面包的核心，对对对，就是它可以伸进冰箱里面，温度计可以伸进冰箱里面。哦，很多人都会回答是面包，你们觉得这两个东西已经从昨天冰到现在，然后在5度C 的冰箱里面，然后你拿温度计插下去，根据大部分人的回答，都觉得面包温度会比较高哈。那我请问，所以你有可能插进去量到面包是5度以上吗？这个面包已经冰了一个晚上了，你有可能插下去量到5度以上吗？为什么有一个 YouTube 的连接？好了，有人说有可能，你说这个面包从昨天冰到现在，在5度C 的环境里面，你把温度计插下去，还会量到5度以上。那你再让它冰一个礼拜好了。啊，假如说那面包没有坏掉，你再把它冰一个礼拜，它还会是5度以上吗？不会吧？对啊。各位了解吗？你觉得我知道各位为什么会觉得面包比较热，然后好像比较热，温度就比较高，因为感觉你打开冰箱，然后马上用手去抓，你会觉得这个饮料比较冰嘛。可是事实上，你真的用温度计插下去去量，你应该量到的都是一样，都是5度，都是5度才对。这个应该各位要能够想象。所以其实温度不代表说就真的很冷或真的很热，它的确是代表物体的冷热程度，但是跟你感觉的冷热是不一样，跟人的感觉的冷热是不一样。有的时候各位也会有这种感觉吧，就是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呢有下雨天，温度不一定会低，可是会比较凉之类的。就是有所谓的体感温度，
然后还有什么温度热。所以其实你感觉到的冷热哈，有的时候不是它真正的冷热，是反而跟传导有关系。那怎么样才是客观的温度呢？客观的温度就是他们放很久以后，我用温度计去量，然后如果量到的温度计它显示一样，那我就说他们温度一样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是，两个物体哈，温度相等叫做什么意思呢？是他们不再有热量流动，他们温度不再变化。两个物体温度相等的时候呢，不再有热量流动。然后再接到上面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会讲它叫做平衡状态。平衡状态，那这个平衡状态是热平衡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关于温度的概念。热平衡不是说两个物体的热一样多，两个物体的热不一定会一样，因为像如果是如果是30度的水，像现在室温可能有30度，那这个30度的水，那跟游泳池也是30度的水，可是游泳池水很多啊，这个水很少，我们不会说这两个热量一样，因为它明明就体积差很多倍，那可是它们温度一样，它们温度一样，那只要它们温度一样的话，你可以想象的，它们不会再有谁温度变高或温度变低。如果像你这样把它们放在一起，本来应该是温度高的会降温，然后温度低的会被加热，一个吸热一个放热，热好像感觉就会从温度高流向温度低，可是当他们两个平衡达到相同温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人的温度改变，因为要有温度改变，各位回想看看你的日常经验，一定要是温度高的往温度低的流动，那个热这样的话它才会降温，另外一个才会升温。那直到温度都一样的时候，它就处于平衡状态，叫做热平衡。好，那么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达到热平衡，你就要去测温度。可是温度要怎么测？温度要怎么测？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，用手去摸是不准的，因为你手摸这个很冰，感觉温度低，然后你手摸这个不冰，感觉温度高，可是其实他们应该都是5度。那刚刚有提到说，你用什么一个计，用什么计插下去量，应该是比较准吧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温度计啊，温度计。那各位知道温度计的原理吗？
可以说说看，除了热胀冷缩之外，有没有别种温度计？它用到别的原理？除了热胀冷缩之外，有没有别的化学或物理的原理，它可以用来测温度的？哎，对，红外线嘛。那还想不想，能不能想到别的？除了热胀冷缩、红外线以外，红外线那个叫热辐射。想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各位如果有玩过一种那种变色贴纸啊，感温贴纸，就是手摸下去它就会变色，那是靠化学反应的。一些分子结构会因为温度的改变而变色。还有，其实以后到大学，你们可能会用比较精细的温度计，它是用电压来量温度，就是说不同的金属哦，你给它接在一起，那它们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反应电，那个氧化电位，氧化电位，然后它这个氧化电位其实是跟温度会随着温度而改变。所以你只要去量两个金属互相接起来，它们之间的电压差异，你就可以代表它的温度变化。那个叫做热电偶，偶数的偶，就是把两种金属接在一起。这些都是属于测温性质。实际上，我们怎么知道温度高低？就是用别的比较能够公认观察到的现象来定义温度，就是热胀冷缩啦。你看到它膨胀，我也看到它膨胀，而且大家都看到它膨胀，那就知道说真的温度有升高这样子。这种叫做测温性质。那测温性质，你就可以制造测温计。测温计这个会是一个作业哦。我前阵子我好像有不小心发错，然后流程有提醒我，谢谢。就是我要发给十班的作业，要不小心点选到所有人。那现在我们也讲到了，所以这堂课以后我会派一个作业，就是请各位呢去做一个可以客观观察到温度变化的器材，就是不是说我摸到觉得哦这个温度高，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摸到觉得这个温度低，这个是主观的。那有没有客观的？有没有客观的现象可以用来表示温度高低？那请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测温器材。那么再加上刻度。再加上刻度就可以变成温度计，但我们不用讲求那么做到那么精做到那么精准精确做到那么精确，因为做到那么精密，因为刻度你还要去刻每一条所以不用到刻度，就到能够测出冷热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刻度各位都有印象它其实就有好几种嘛，就什么度 C 啦，以及现在只剩下美国，还有
一两个中南美洲国家在用的杜维福，那还有热力学热学常用的科尔文啊，其实这里就复习完了什么是温度。那重点在于温度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主观的东西，你去摸觉得冷或觉得热，那其实是人觉得冷或觉得热，那会因人而异，而且实际上也会因为热传导的快慢而造成你的误判。就我们举的例子，如果把冰箱和把那个面包和饮料冰很久以后，它们应该温度会一样，那因为它们跟冰箱之间达到热平衡。因为你仔细的去观察，温度高的如果跟温度低的放在一起，它们一定会一个放热一个吸热，最后一定会达到热平衡。那所谓的热平衡并不是热量一样，而是温度相等。热量一样不是热平衡，温度相等才是。好，接下来要复习的是什么是压力。各位要记得要回答老师的问题，或是你要跟老师打招呼，这样我才会算你有出息。各位知道什么是压力吗？可以说说看。人很累的时候的东西。人很累的时候的东西。人很累的时候的东西。可以讲清楚一点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听清楚。哦，罗一婷有回答电阻温度计是不是？酒精温度计，对，酒精温度计就是热胀冷缩啊。电阻温度计就是，其实也是看那个电阻随温度的变化。各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一座很大的山叫做压力山？因为常常听到压力山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事。啊，那个有人说就是力，那跟力应该不太一样吧？因为力是力。那压力跟力应该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差一个字啊。那很重，很重的话应该重量很重，那重量很重应该也是那个力量啊，它并不是压力。压力和力到底是有什么差异？国中有学，应该吧，应该有学吧。压力和力差在哪里？它的英文是 pressure， 然后它其实跟力有关系，但是还要再加一个，还要再加一个什么？是不是上面是力，这个就是所谓你说的重量或是作用在物体表面的力，这个是牛顿，几牛顿几牛顿，我们熟悉的力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力。可是底下它会除上一个东西啊，国中应该有印象吧，隐形的力，隐形的力，力就是有分超距力和接触力，没错。那可是不管是你要接触的还是不用接触的，它还是属于力，它是几牛顿几牛顿的那种让物体去加速运动的来源，可是它跟压力还是不一样。
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各位可能都有听说过，就是如果我们有一支铅笔，或是随便一支笔，那铅笔有橡皮擦的部分，也有笔尖的部分。那如果用手，两只手指这样子去压住这个铅笔啊，像我现在所示范的这样，啊，这里有一支铅笔啊，然后啊，这一个形状比较不好，啊，这一个好了，这样子。左手右，我的两只手就这样压住这个铅笔，那请问我的左手会比较痛，还是右手会比较痛？我的左手还右手会比较痛？看得到这支笔的笔头吗？笔头在这边。是我的右手还是我的右手还是我的左手会比较痛？笔头在这，好像不够尖，我们换一下哦。它后面的都已经大部分都已经钝掉、哦，没关系。但现在剩下这比较尖的，不然我找一个比较尖的好了。奇怪，前几天好像有，欸，我们现在不见了。我，哦，找到了的，这只，哦，够尖了吧？啊，自动铅笔的笔芯。然后，请问我的左手会比较痛，还是右手会比较痛？赶快回答，不然我的手很痛。左手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左手嘛。啊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比较尖嘛。可是这两个力。左手出的力比较大，右手出的力比较大。对于铅笔而言，左手出的力比较大，右手出的力比较大，一样嘛？应该是一样，因为各位知道合力为零，铅笔没有动。哎呀，合力为零，铅笔没有动。可是实际上左手痛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凹下去了，那压力它其实是在真正。要描述这个痛不痛，或是说物体被破坏，它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压力。它的分母啊，其实是面积啊。各位有没有一点印象？面积，单位面积所受的力叫做压力。那为什么要单位面积？就一块面积，然后所受的力叫压力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示范过了，实际上造成痛不痛的并不是力，因为这两个手对铅笔的施力是一样，所以反作用力，铅笔对手的施力两边都是一样，但是压力不一样，这边的压力大，因为面积小，而这里的压力比较小，因为面积大。我们以前在讲动量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一本的一至二，我们那时候曾经说，举一个例子说，那个保龄球啊，打到胫骨，就是小腿前面胫骨，打到胫骨比较痛，还是打到屁股比较痛啊？然后我们用那样的概念去想说，这个力。它到底跟什么东西有关？我们那时候只是大略的说，感觉呢打到比较痛，就是力量比较大。那如果说都是动量变化都是一样，就是那个保龄球，它都是从有一个速度，然后撞到你的胫骨，然后停下来，它动量都是
变化道理，就它动量变化都一样。可是我们那时候说啊，痛不痛是不是看你的缓冲时间？缓冲时间如果久的话，力量就是小；然后缓冲时间如果长的话，就是久。缓冲时间久又长，那力量就是小；而缓冲时间如果短，就比如说打到胫骨，它很快就停下来；如果打到屁股的话，慢慢才停下来，它力量就不一样。那时候我们举例说这样子，你可以稍微的去体会一下力量的大小，或者是跟作用时间以及动量变化有关系啊。这个还记不记得？如果还记得，请回应一下吧。记得。哎，所以，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更深入的去研究物理了。老师跟各位说，其实痛不痛并不是看力，是看压力。我刚刚已经举例了。好，那这个，所以有必要说去定义一个力以外的物理量，那就是压力。为了要描述痛不痛啊，如果说齁，你真的很用力，老师如果真的很用力，压压压压压到最后，我这只手就会被穿过去，左手会被先穿过去，或者会被刺穿，那就代表压力是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，而不是力。嗯，其实同样大小的力，可是呢，你如果让它压力大，它就更容易破坏。好，所以压力它的单位，其实就是力量的单位牛顿，然后去除上面积，面积的单位平方公尺。那这个呢，曾经有一个笑话是说，有一个牛顿时期他们都会戴那种假发，然后他站在一平方公尺上，那一平方公尺上站了一个牛顿，然后这个整个就叫做帕斯卡。牛顿他就可以变身成帕斯卡。那压力的单位，压力的单位每平方公尺几牛顿，这个就叫做帕斯卡。简称帕或是 Pascal， 好像是这样拼吧。那么跟各位补充一点，刚刚我们提到说其实痛不痛或是能不能造成破坏，是主要原因是压力。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。如果你把这一个帕斯卡上下同乘以公尺，上下同乘以公尺会变这样子。上下同乘以公尺以后就变这样，那上下同乘就还是帕斯卡嘛，还是压力，因为它上下分子分母同乘。可是底下会变成立方公尺，然后分母啊，分母变成立方公尺，分子啊变成力乘上位移，力乘上位移，牛顿乘以公尺。变成焦耳，焦耳是能量，然后呢，立方公尺是体积，那一个体积里面有多少的能量？一个体积里面有多少能量，这叫做能量的密度。
各位以前熟悉的密度就是体积分之质量，就是比如说 一立方公分里面有几公克，这是所谓的密度，物质的密度。那我们借用这样类似的概念，体积分之能量，那不是质量的密度，而是能量的密度。所以啊，这应该各位，你真的要学物理，你才会了解到这件事情。其实压力呢，它的单位呢，跟能量密度是一样，所以才会说压力越大呢，它能量密度越大，能量密度越大呢，它这个化学键哦，越容易被打开。所以化学键要被打开需要能量，所以你如果很用力的压下去的话，那个手啊的表皮的分子的键结就会被打开，压力越大越容易打开，那就铅笔就会插进手里面。所以这个是压力它的比较深的含义，它其实就是能量密度。到这里还可以吗？然后我们要复习一下压力怎么算，压力的式子。一定要记得有留言哦，才会有算有签到。你要留什么都可以。留下眼啊，留眼，留就 remain salt， salt 就是眼，稍微翻译一下。我们等黑板干掉一下。那压力怎么算呢？我们先看水压，那最后再复习气压。水压比较直觉，这有一缸，一个鱼缸之类的，然后有水或是任何一种液体，它底下面积表面底面积 A， 那这里就有水，然后我们这里啊，要怎么算压力，就是用力去除上面积嘛，那这个压下去的力就是水它本身的重量。那如果水的质量呢叫做大 M， 水的质量叫做大 M 的话，它重力加速度，重力加速度是 G， 那整个压在这个面积上的力全部加起来应该就是 Ng。 所以压力应该就是 Ng 去除上面积。不过我们可以把 M 呢
换成密度乘体积。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水的深度 h， 或是说高度，高度 h， 然后密度，密度我们把它叫做 rho。密度还是先叫做 D 好了，密度 D、这个各位可能比较跟国中比较一样，密度 D，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密度乘上体积就是质量、所以质量就相当于密度去乘上这个体积，体积就是底乘以高，所以这个是括号起来的，这个就是体积。好，所以最后你可以把压力就写成 Ng 换成 DAHG。然后再除上 A， DAHG 再除上 A， 那 A 就会消掉了，所以最后变成足 H 足 G H， 或者我写成H 在前面好了 ，H 足 G， 我知道这边有反光，稍等一下。就变成这样子，那同学可能会说，好像跟国中的印象不一样。国中的时候，你可能背的公式是这样子。国中应该是 P 等 H 直接乘上 G 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印象？还没有跟老师留言的，你可以说你有没有印象。那差别在于 G， 差别在这个 G， 在我们国中的时候啊，这个压力哦，常常都会是用这样的单位，就是每平方公分啊几克重这样子，然后这个 H 高度自然而然就是公分嘛，可是这个猪呢，在国中的时候啊，它是公克重，然后除上立方公分，它其实多了一个重。然后到了高中了以后，密度就真的是密度，它没有重。到高中以后，密度就真的是每立方公分几公克，就是质量。那在国中的时候，它这边其实已经是它乘上了重力加速度了。各位还有没有印象，就是一公斤的物体在地表的重量是 9.8 牛顿。但是你也可以偷懒一点，把它写成一公斤重。这是因为到了高中，我们会把质量 m 跟
NG 分清楚，他在国中比较没有分那么清楚，所以到高中他多把猪和 G 把 G 分开来。好，所以总之呢，密度乘上密度啊，乘上高度，再乘上 G， 其实就是压力。好，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也来不及继续讲下去。可是希望各位就记得这个式子：密度乘上高度乘上重力加速度 g， 它就是压力。那我们之后呢，再换成气压。哦，明天我们再换成气压，然后会用这个来算大气压，大气压的数值。好，那有没有哪里讲不太了解？比如说这边有没有想要问问题的？你可以现在问。还是问各位老师问一个问题，各位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呢？有吧。对啊，这是国中学过的啊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复习了温度和压力，然后最后我们把压力的公式写出来啊，明天我们要用这个公式来算大气压。好，下课了。要有留言我才会算你有签到哦。